门票，但你懂我意思吗？各位，这支股票广告中的电话，你打进来，电话拨通，你电话拨通，我们就电话里面说这支股票是哪一支。下个礼拜一你自己去买，你自己去买，我们做到告知的义务就可以了。各位啊，这支股票不得了、啊。上次1月17号、啊、我跟你讲说有内幕啊，这个还好小意思啊，这个是天大的内幕啊，这支股票金光动起来，哪一支？这支股票广告中的电话，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在电话里面告诉你这支股票是什么，好好把握住。进广告。2019金猪贺新春999黄金专案，让你财运滚滚，财运亨通。大盘上涨不重要，重点在标股。下个礼拜各位准备起标的金光动起来，金光动起来，这支标股好好把握住。直播专线02-8512-5858，02-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亚太国际投顾，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亚太国际投顾，富裕未来，我们用心打造。亚太国际证券投顾，放眼全球关键致富，02-8512-5858。骑车不抢快，出门没意外。操盘战将，各位啊，看看双红，老师我没有赚到哎、欸，老师这一支太硕，我告诉你啊，你打电话进来拿，加入我的 LINE 啊，你都赚得到。你都赚得到，我告诉你，真的，你都赚得到，你都赚得到，你相信清俊一次，赶快扫去，还没加入LINE的，你赶快扫，今天最后截止了，下礼拜一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就不再收了，我觉得人数够了，我就好好专心照顾我的LINE团队里面的人，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各位啊，等着看啊，看我有没有办法。看我有没有办法，这支股票打电话进来，各位啊，吃货完毕了，已经吃货完毕。我很低调哦，我真的很低调，我不想多说什么，你自己看就好了。准备拿布袋装钱吧，各位，你准备拿布袋装钱吧。这支股票要飙到过年后金光动起来，我已经那么明显了，这么明显了。今天被动元件在动了，矽晶圆也在动了。光学镜头也有在动了，下个礼拜动最多、飙最多是哪一支？打电话，在电话跟你说，好好把握住，下回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009金珠贺新春999黄金专案，让你财运滚滚，财运亨通。大盘上涨92点，各位下个礼拜开始准备起标的金光动起来，各位金光动起来，这支股票，这支标股，好好把握住02-8512-5858，02-8512-5858，好好把握。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亚太国际投顾，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亚太国际投顾，富裕未来，我们用心打造。亚太国际证券投顾，放眼全球关键致富，02-8512-5858。2019金珠贺新春，999黄金专案，让您财源滚滚，财运亨通。致富专线02-8512-5858，8512-5858。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万绪，当机会千载难逢。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就送轰动十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请拨02-23653255。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个不停：“慢一点，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快铲起来，油放太多了，把豆腐推一下。”哎呀，妻子脱口而出：“我会炒菜啦。”“你当然会，太太。”丈夫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是什么感觉。”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应亮华尔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应亮华尔街。那么先恭喜大家，这个三号果然再度喷出啊，继续大涨，所以我说这个行情呢，各位不要怕啊。还记得吗？这个1月22号的时候，很多人很担心孟晚舟这个引渡的消息。那我当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我跟各位讲啊，这一次传出的引渡呢，你不要太担心啊，因为这很可能只是美国要增加的谈判筹码而已。好，所以不要把它过度做一个解读。封关的这段行情，绝对会有股票是留在场内的大户，他要继续做账的，所以你不要怕，对不对？果然呢，你看到今天呢，很多股票又开始大涨。那我锁定住的标的呢，封关一号、二号、三号这段期间有没有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这个行情下个礼拜马上就要封关了，下个礼拜还有3天的时间。不要放弃，哦，这个气势啊，我觉得啊，今年会不太一样。为什么？你先看一下这个指数的部分，它是不是持续往半年线做攻击？有没有注意到这边站上季线之后呢？哎，整理整理，现在怎么样？慢慢的往半年线去做一个攻击啊？为什么会去做攻击？因为外在的因素啊，你看美国科技股的部分，这个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也整理很久了，哦。所以它现在也按捺不住了，所以你昨天看到这个超微以及 NVIDIA 这两个呢都大涨超过5%，美光呢甚至大涨将近快7%，
全部都在大涨。所以今年呢，我觉得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欧美股市最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什么状况？那就是他们会狂拉一段。啊，这段期间他们如果狂拉一段的话呢，那我们一回来，我告诉大家，那股票啊，可能是很多人用追都追不到的。你可能要用 5%、6%， 甚至 8%、9% 的这个差价去做一个追价。慢慢会有这些味道。所以你会发现呢，今天明明有礼拜五，下个礼拜又剩三天而已，可是今天成交量，莫名其妙放大到多少？1000亿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人在卡位了，懂我意思吗？有人在卡位了，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我觉得2019年啊，后面呢，这还有很大的一个行情，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住。那今天呢，我 QR Code 又上来了，好，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啊，老师啊，这个其他老师都有在放，为什么王老师没有放？我也想加王老师的，太多人了。所以我今天我特别在开放，我三天，我跟各位讲，我说三天就三天，你只会看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时间，这个 QR Code 在这里。你想要加入我的操盘舰队的，我让你免费加入。你现在手机拿出来直接扫一扫就可以了。啊，上面有这个 ID， 你也可以直接打，直接搜寻，都可以加入这个舰队。我跟各位讲，我只开放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而已，后面我就不开放了，因为我讲了我的舰队，我不需要人越多越好，我要带各位做的是什么？实际的去操作。当有一些股票太多人知道的时候，它不见得会涨，因为大家都想冲，就会把它冲坏掉了。所以我的舰队呢，我说人越少越好，我不要太多人，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开放。你有没有发现？但是我今天我又拿出来了。我希望各位，当我拿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让你加的时候你就加，好好的把握住。下个礼拜五我不会再拿出来了，就这三天，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看到的，你就赶快扫一扫加入。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好的讯息。那下个礼拜还有三天，最关键的三天，这三天你想不想先赚点钱？我会在这个里面提示大家，所以你赶快扫。这个礼拜封关作战大黑马系列的股票，我相信很多人都受惠了，对吧？我该请你注意的，或电话通知你要买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接到电话啊。你没有留电话的，各位，你用看的你也知道这些股票有没有涨，对不对？这个今天这个行情还没喷出之前，现在大家还觉得很难做，但是我给大家股票，请你锁定的方向有没有全部都对？我相信在这个里面你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呢，各位，当我再拿出来，你就好好把握，赶快加，好不好？2019年接下来看我的。2019年我觉得整个5G 的部分啊，元月份它只是一个怎么样暖场而已。这个绝对会是今年的一大主轴。因为华为发布这个 5G 基地台的一个晶片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刚刚发布。它这意义代表什么意思？意义代表说宣告我就算不靠美国的相关技术，我华为也能够独霸一方。所以美国要去锁这个华为啊，我觉得锁不住了。因为呢，里面华为以前最弱的 5G 基地台晶片的部分，在晶片的部分很多中国企业是比较弱的，但它现在也开发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我接下来我不靠美国，我也能够积极的去扩建我的 5G 基础建设。所以2019年会是 5G 基础建设的元年，很多台湾的股票相关的厂商，它会轮绕在绕着这个题材一直在涨，轮流涨。所以2019年我跟各位讲，有一些新的方向出来了，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好，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我会带你去做，你放心。下个礼拜还有三天，我会怎么做？我跟各位讲，我现在要带你做的跟这个礼拜要带你做的不太一样。这个礼拜我讲了，这个礼拜我要带你做什么？做是封关之前有人要去拉的，要去做账的标的，对吧？那你看得很清楚，有没有大涨？你看得很清楚，很好赚，每天几乎都有股票涨停板，对不对？那下个礼拜我要带各位怎么做？我要带你去买的是年前有人在卡位的股票，因为这种股票年前他在卡位的时候，他一定会先拉一下，那你就先赚嘛。他会把这气势营造出来，因为过年期间
会有很多人啊放假到最后呢没事干，在家研究股票，所以那个现行啊还有那个筹码、啊、那个他一定会做出来，每年几乎都是这样，到最后就是一堆人过完年到尾声的时候也不知道干嘛，出去该玩都玩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想说哇，这么多人在外面玩，我不想人挤人，那就干脆在家研究股票啊，自己研究怎么研究，但是看一下现行怎么样啊，啊，筹码上有没有人在买啊，基本面的部分有没有不错，一般投资朋友研究大概就研究这些嘛，对不对？那会有很多人去看，尤其是现行的部分，所以我说在年前这一段会有一些作手会把这个现行做得很漂亮，那他把现行做很漂亮之前呢，你先跟着来卡位，因为我已经掌握到哪一些标的是年前有人要布局的，这些股票它2019年产业基本面都非常非常漂亮，市场都估得非常好，所以你先买，懂我意思吗？你先跟着我来买，我带你来布局年前有人在卡位的标的啊，年前你先赚，等到封关那一天，礼拜三要封关嘛，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幅度够了，你就先把它卖掉啊，如果说你觉得你要赚更多，反正已经价差有了，你也不缺资金，可以抱股过年，你就抱着，过完年后我跟各位讲，它会让你赚更多，这就是下个礼拜我要给大家的标的，你们好好跟上就对了。那我希望大家你赶快扫、哦、因为下个礼拜还有三天，这三天关键的讯息我会在里面暗示大家、哦、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个把握，那你也可以在里面留下你的一个联络方式，我会用电话通知大家该去买什么股票，就像这个礼拜一样，对不对？我跟各位讲不要怕封关，我告诉大家，我在送你这个号顶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怎么样，没有行情不能做，但今天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今天很多人觉得哇，这个行情好好哦，这个有点有像要封关吗？完全没有感觉，很多股票都拉，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讲，有一些是大户要拉的嘛，有一些是大户在封关之前要拉一波，因为他要做账，懂我意思吗？有一些大户已经结了，结掉大户都已经在国外了，度假去了，可场内还是有大户在里面，这些人还在里面奋斗，他们呢就会利用这个时间点好好的去拉，因为当很多人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的力量会更大，所以说这是大户要拉一波的标的嘛。我几号送给大家？我22号我送给大家，就这礼拜的事情，对不对？我说明天就开始发动了。啊，号顶，23号有没有攻到涨停板？然后昨天有没有继续大涨？涨到这里，很多人还在问我说啊，老师怎么可不可以继续追？我说我直接回答，我说我已经赚了30块了，你现在问我可不可以买？啊，这里我请大家来买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敢买？我明白告诉你，就是买号顶，很多人还不相信，对不对？啊，你不相信的，我也直接跟各位预告了。我说你不买，会有很多人想要买，这我赖的讯息嘛。你有在里面，你都看得很清楚。我直接跟各位发表说什么？我说喜欢高价股的朋友，你洽询我的服务人员，有一档高价股要顶出去，有没有？我说要顶出去，我已经在暗示的，而且我说会有庆祝大行情。啊，翁启慧无罪释放不就是庆祝大行情吗？啊，你还猜不出来？我跟各位讲，你就联络我的助理嘛，电话把它拨一拨，有没有？那后面你可以注意到高价股的部分有没有真的顶出去？所以你在里面的投资朋友，我说你是幸福的嘛？啊，你还没有在里面的各位，你赶快扫。我的赖群跟其他人赖群不一样，我不会每天拿出来，哦。要不是真的很多很多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到公司反映说想要加，可是王老师又不放，那没办法，我知道再拿出来，那你就赶快放，赶快扫一扫吧，赶快加入。下个礼拜我跟各位讲，你不会再看到了，你不会再看到这个 QR code 在旁边，所以你现在拿手机出来，赶快去下载，赶快来加入，赶快来加入就对了。下个礼拜会很精彩，这些股票你没有赚到没有关系，懂我意思吗？你看我号顶，我给大家。你会觉得很可惜，没有赚到啊！我说没各位没关系，你再来拿嘛。我送给各位什么？接着送大家宝林富锦，对不对？因为当天6290两位创新高，我说各位为了庆祝两位创新高，
你身份证字号有六、有二、有九、有零的，你打把大家拨通，我送你一根涨停板的幅度，有没有？我接着送大家，我直接在这个赖群里面讲说什么？我说当昊鼎喷涨停之后，准备要换小宝上了。小宝是谁？小宝就是宝林附近嘛。你有没有机会？你在他拉长红之前，攻涨停板之前，各位有没有机会？都有机会。我告诉大家，你有在里面的，你觉得你幸不幸福？至少你有一个很一个很有用的参考工具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之后，哇，大概知道这是哪一档。啊，你有留电话，你都知道，因为我们会打给你，通知你来买。啊，你还没在里面的，我说各位，你赶快扫，就加入。下个礼拜我会再做一次。这封关系列的股票，封关作战大黑马系列的股票，是每一档都赚钱。昊鼎你没赚到，我带你赚宝林富锦。宝林富锦没赚到，我带你做什么？宝林富锦这几天也涨了16块钱价差，好不好赚？你想想看，你10张就好了，赚多少钱？赚16万。20张赚多少？赚32万。就这几天而已。对不对？啊，你说你还没赚到。那我说各位，你还注意这一档嘛。所以我也跟各位讲，你打掉进来我就跟你讲。直接告诉你。因为很多人都在等这档股票。我说明天开始这一档会让你赚更大的标定的。来你看。今天有没有涨停板的？今天是再攻涨停板啊！因为这筹码，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所以我跟各位讲，打到价你就有，对不对？所以封关系列的股票，你看看是不是每一档都赚钱？昊鼎有没有喷出？封关作战大黑马二号宝林富锦有没有大涨？你看得很清楚。好，这都过去了。下个礼拜要迎接的是什么？要迎接的是在封关之前最后这几天，我跟各位讲，有一些股票你会发现到拉起来之后突然掉下来，这就代表怎么样？今年要做的人做完了。可是你会发现到有一种形态的个股，它是这样子每天慢慢开始往上拉，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到封关那天还会收最高，就是年前有人在卡位的，年后你会赚更多的标的。所以你今天加入的投资朋友，你来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直接回答，回答正确的，我送你一档股票。我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很简单，请问大家哦，这是你做股票的投资朋友每个人都要知道的事情啊！啊，你还不知道的，赶快查一下。请问大家下个礼拜？哪一天台北股市要封关？是礼拜一马上就要封关了，还是礼拜二要封关，还是礼拜三要封关？你今天回答正确的投资朋友，我就怎么样，就通知大家买进封关大礼。这档股票是下个礼拜三个交易日里面我要让你大赚特赚的股票，你会感受到这种涨停板的喜悦，就像这个礼拜一样，你会有这种感觉，哇，买到了标股，对不对？短短几天，昊鼎就可以马上大赚。短短几天，宝林富锦马上就可以大赚。短短几天，这档股票马上就可以让你有涨停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下个礼拜我要再来一次，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时间，任何一个时段你看到我节目的投资朋友，这个 QR code 啊，你赶快扫一扫，我只开放三天，你回答正确的，你把答案打上去，我跟你讲，你先加入之后，你直接回答就好了，好不好？直接回答，我就会送给大家封关大礼，我直接把它扫进去。年前你就先赚，我告诉大家，年后这一档股票你小心会赚更多。那你如果比较这个短线想要急着赚钱，投资朋友说没关系，你就先赚年前这一段封关大礼，赶快买。我跟各位讲，这个礼拜是大获全胜，所以现在很多资金啊在等着我下个礼拜到底要做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礼拜的昊鼎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飙。
对不对？这都是大家觉得不太可能会涨的股票，但是我的确做给各位看了，有没有喷出去了？宝林富锦也是一样嘛。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人有人在做账，封关之前有人还要再拉一段，对不对？整个筹码面已经完全被我掌握到了，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封关之前一定会有资金他要去卡位年后的喷出大行情，这一些资金他看好这样股票，不是只看年前这一段，他甚至看到年后这一整年，所以有一些好的股票在这个时候看得特别容易看得出来。还记得有一年吗？在封关之前我送给各位环球金，结果环球金后面就是一路大涨，对不对？那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年前这一段短短这三天里面，你会看得出来有些股票不太一样，它就是今年一整年准备要做大波段的股票，这个可能一转眼又是一倍起跳的标的。但是我们先不要管那么多，你先把年前这段先赚起来，先让自己有感觉，就像这个礼拜这些标的一样。哦，你赶快扫，你扫完之后，我跟各位讲，你会收到我这样子的讯息，你会收到我这样子的讯息，懂我意思吗？就算你在里面，你没有接到电话，你看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有接电话，我都恭喜大家，你是不是都知道了？所以呢，你来回答就好了，好不好？来答我的问题。请问大家下礼拜哪一天要封关？你今天只要回答正确的，你只要回答正确的，我这一档封关大礼我就要送给大家。我跟各位讲，三个交易日里面，这档股票至少一根涨停板的幅度。你要那种涨停板，下礼拜马上赚10%的投资朋友，你今天一定来加入，一定要来加入，好不好？啊，如果说你不会少的长辈投资朋友没关系，把电话拨通也一样，打电话进来。一样会有专员帮你做服务啊，你就回答一下就好了。这档封关大礼呢，下个礼拜要标的股票，像这个礼拜一样，你看到这些股票好不好赚，对不对？封关大黑马三号喷出去了，二号呢，宝林富锦也是呢创新高，对吧？甚至很多人觉得不可能会涨的昊鼎，昊鼎呢有没有大涨？啊，涨这么多一定会休息一下嘛，这一定的，你不用来帮我抬轿。你现在该注意是下个礼拜有什么股票会跟他们一样，买完之后会连续喷出的感觉，会拉个价差让你来赚，会让你赚个大红包。年前下个礼拜这三天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你今天只要回答正确的，加入 LINE 你直接回答就好了，好不好？直接回答，我就会送给大家封关大礼，这个大礼，这个大红包，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收得到，赶快。赶快扫，赶快回答，好不好？我就以你这个顺序啊来做这个通知你。先回答的我就先通知，就这么简单。请问下个礼拜哪一天要封关？礼拜一要封关，礼拜二要封关，还是礼拜三要封关？回答正确的这一档封关大礼，直接送给各位。报喜888贺新春，鼎业投顾帮您发一整年。金猪报喜888贺新春，鼎业投顾帮您发一整年。支付专线02-8511-3366，8511-3366。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鼎业投顾02-8511-3366。喷气师傅手上功夫有够赞。南星护理师够专业有耐心，让病患家属很放心。肩负300位旅客的安危，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机师。性别不是阻力，尽情发挥潜力。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料华尔街。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你还没加的，你赶快加。好，我讲了，各位，我的操盘舰队，我不希望很多人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到，虽然这个是我最早拿出来扫的，但是我后面呢，我几乎没有每天扫，因为我知道它的利在哪里，它的弊在哪里。好，但是这个礼拜呢，因为这个封关系列股票啊，实在太神奇了，很多人都在讲说啊，我这个好想加入王老师的这个 LINE 的群组啊，很多人打电话问，而且呢，你市面上呢，上上也问不到，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在其他的公开场合到处去贴，到处去干嘛？因为我讲了，人越少越好，不要太多，真的不要太多。但是碍于很多人要求，那我说好，那我只能在今年结束之前，我再秀一次啊，就这，我就挑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下个礼拜开始，你不会看到我再拿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今天各位，你看到节目的，你赶快扫，你赶快扫。甚至以后啊，这个会有人跟你打听说啊，有没有王老师的 LINE 群的账号可以让我加一下？那我跟各位讲，交情好你再给他，交情不好你也不用给他啊。我不希望人太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做股票是这样的，不见得是一堆人知道，越多人知道越好。那反而乱到筹码，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礼拜为什么我的股票会这么会喷？因为大家都有按照我的游戏规则在做，对不对？封关作战系列的股票，昊鼎、宝林、富锦，甚至三号今天也喷涨停板，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很多人在打听，所以我说各位，当我在开放的时候，你赶快加。好，那这些股票你没赚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下个礼拜。我既然让你来加入，我知道这个礼拜会很多人加入，那我势必要做好准备。虽然下个礼拜只有三天，但是我会送给大家一份封关大礼。那在里面的人，我就恭喜大家，就等我的讯息。那你刚加入的各位，务必，好，务必来加入回答一下。你只要回答正确的，我就会送给大家封关大礼。跟着做就好了，好不好？我都把这档股票扫在我的 QR Code 里面。我只开放这三天而已，大家好好的把握。下个礼拜，这一档股票一定会喷出大涨，你放心交给我。今天你就来回答我的问题，简单回答就好了。请问下礼拜哪一天台北股市要封关？你只要回答正确的投资朋友，这一档封关大礼我就直接送给大家。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长辈投资朋友没有关系，直接打电话进来，卡点回来，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加入，甚至这档股票是哪一档股票，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好不好？你今天就来回答就对了啊！你会扫的直接扫，扫完后直接作答，答对的我会审核，这一档封关大礼就直接。送给各位。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金珠报喜888贺新春，
鼎业投顾帮您发一整年，金珠报喜888贺新春，鼎业投顾帮您发一整年，支付专线02-8511-3366，8511-3366。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操盘团队为您掌握，鼎业投顾02-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当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万绪，当机会千载难逢，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就送轰动十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请拨02-2365-3255。看好未来的目标，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在每一次互动中成长，每一刻都要珍惜。最基本的事，最重要。投资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特快车》，我是明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啊，指数大涨90几点，真的喷出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每天都要锁定明松的节目？因为看完明松的节目啊，你就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做。因为我讲的都是未来，不是每天跟你说过去哦，都跟你说还没发生的事情哦。因为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嘛，只有看到未来才会让你赚大钱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上明松的脚步，我要看明松的节目的原因。所以啊，很多人啊，这两天就开始在反映啊，一直打电话来欢迎老师啊，你也要求别人赶快哦，每天加赖。我再说一次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求明松一定要再开放一天，让大家加赖的原因，让各位当明松的好朋友。你要知道哦，我都预告未来哦。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节目？因为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未来要怎么做了，你就知道未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了。那如果你可以把明松永远带在身边呢，随时知道随时要发生什么事情，随时掌握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甚至掌握未来会狂飙的股票，甚至股票狂飙之后在哪里卖，你都掌握得到。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加入明松的好朋友的主要原因啦。啊，因为观众的反应跟观众的要求，所以我再开放一天。我再讲一遍哦，我只开放一天，我可能开放一天。那因为刚好礼拜五，所以这个周末你有看到，再强调一遍，赶快来加明松的好朋友，因为明松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啊，你也真正不知道要怎样，我再强调一遍，我再教你一遍，
我只讲一遍哦，啊，你要注意听哈，我们车标这里有没有有一个什么 QR code 对不对？你用你的手机扫来，你会看到这个，你在我们的荧幕上是不是看到这个？所以你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有没有？然后进入 LINE 里面来，进 LINE 里面之后有没有？然后这里是不是有小人？你按这个小人之后呢，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小人家？有看到哈？你就把它按进去，按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四个东，上面看到四个东西，对不对？什么邀请行动条码有没有？你会看到这个行动条码跟我们的行动条码很像，有没有？就在你荧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然后你就把它按进去，有没有？你就把它按进去，按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画面，有没有？叫你扫我们的那个什么，扫我们的这个 QR code， 然后你就自己扫，你就用手机把它扫进去，那你就加入成功了。那很，我先讲一下哈，上礼拜有出现一些状况，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哈。你加赖了，你以为你加了加成功了，可是还是有少数人有可能会没加成功。所以最快的方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加成功之后，你主动留下姓名电话，或者是上面告诉你你怎么做，你就稍微配合一下，因为这是你的权利。既然你加了，你当民宿的好朋友，你就一定要掌握所有的讯息，这样好不好？还没加的要赶快加，要趁现在哦。好，我们言归正传，来，今天大涨92点，不是喷出啊，才想要追。你也知道今天你硬去到哪位啊？已经涨到哪里了？硬去到一万点嘛已经涨到这么高了。你不是喷出才想要追哈？因为我们都是预告啊，我有跟你预告会喷出不？没人要相信哦，老师你哪会这么准？我预告的未来大家看得见啊，为什么？来。这是礼拜三前天，有没有道琼暴跌300点哦？台股跌48点，我讲啥？台股拉回休息，我还要买。这问诶，你赶快去上节目，斩钉截铁，直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啦。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看民松的节目？为什么你现在要加民松的 LINE？ 因为你可以马上掌握我们的看法，对不对？好，来拉回哦。美股大跌300点，台股跌48点，我还要买。来，你敢知影？你看到啥？所有人都在恐吓你啊！哎呦，贸易大战波及，外销订单大衰退，有没有？金主圈要关账，所以低量魔咒来出来了。请问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放量？今天是不是放量？大家都来恐吓啦！哎呦，经济的凶兆，经济的凶兆，利空环视，有没有？得以一发，财测悲观呐、啊！所有人都在恐吓你，可是你要知道哦，这两天我跟你讲什么？前两天我告诉你什么？长假前为什么敢涨？我有跟你讲原因了，我有没有告诉你原因是什么？而后我会在 LINE 里面讲的更详细。这个我已经讲过，你昨天也好，你前天也好，你大前天也好，你有看过，你都知道，所以我也不赘述了，因为你都知啊，所以我在讲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你看到今天涨92点啊，那。前三天有人敢跟你讲一定会涨吗？有人跟你讲为什么要涨吗？告诉人跟你讲，这是独家哦，只有民生的节目你才看得到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看我的节目的原因啦。来，你改看，这不是跟他安尼尔啦。请问你告诉我，1月4号礼拜五台股暴跌173点，道琼狂泻660点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不甩大跌，全力扫货啊！你告诉我跟你讲节目啊？请问1月4号是什么时候？1月4号来，咱来看一下。1月4号在这里啦。你敢有看过人伫遮叫你买股票的？不是起个遮叫你遮叫你买股票，在最低点叫你买股票。人家是连讲一句话都不敢讲。我老师买进，连买进连两个字都唔敢讲。我是跟你讲啥？不甩大跌，全力扫货。1月4号，谷底要勇敢的扫货。我在买股票。你也在买股票啊？因为你看我节目，你一定敢买股票。因为我跟你讲原因，不是跟他叫你去买哦。老师，有什么爱买？有什么爱买？买伊有伊的原因嘛。啊，我也跟你讲嘛。来，可是你要知道哦，那个时候台股崩盘，有谁会叫你买股票啦？哎，是啊，那种鬼故事呢 ？PMI 最到多低？有没有 ？BI 创全年最低？有没有？金融危机以来最惨啊，我好兴奋啊！为什么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几人跟你想的都不一样。然后现在都起来，大家都说，会喷会飙哦。他每天都在买股票啊。
可是我是不一样哦，我该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该卖我也会跟你讲，包抓包新包新好新啊！你这些人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啦，你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老师，没有看过这么棒、这么优质的节目啊，对不对？然后后面你看到什么？好似台股大涨，我预告的未来你都看得见，你赚得开心吗？三天暴涨400点，我做什么事情？大获全胜，先卖再买赚更多啊！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是每天在买股票吗？我不是每天在买股票，老师啊，你哪这么准？最低点叫我猛买买股票，前两天拉回叫我买又喷出，我是每天叫你买吗？该买的时候，该卖的时候，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有没有跟你讲？卖的目的是因为赚太多，然后我们卖掉之后，等拉回来再买。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拉回给你买？跌下来好不好？我们跌下来，我们才有便宜可以捡。我就带你买股票，买完继续喷。我跟你讲，要连涨很难，却更好赚。为什么？因为它会跌下来给你捡，捡完再喷。不要在意指数，只管标股会不会狂飙。不要每次喷出才后悔没有买。老师啊，有影吗？敢真正会喷出？没人要相信啦、啊。刚才我跟老师啊，硬经过来，刚刚真正会喷出吗？不要每次喷出你才后悔没有买啦！叫问的有喷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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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喷到今仔日创波段新高，老师啊，真正喷出去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当明松的好朋友的原因，因为我会告诉你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会把未来会怎么走跟你讲，因为我会把未来会狂飙快告诉各位，然后呢？等到股价喷出了，哎呦，大家都跟你说，哎呦，台股封关确定偏多啊，这不是在讲废话嘛，对不对？有没有冲经济、冲建设、冲消费？有没有经济部长今年三冲力拼经济啊？有没有金管会利多、双利多？台股赢活水，今天量能放大了，阿里龙灾啊，黑龙美虎啊，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我告诉各位，你可以掌握明松的 LINE 好友。加入明松的 LINE 好友的族群，明松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可以掌握未来的所有大小事情。来，我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涨？你有看过这种？你有看过这种分析？你绝对没有看过，我都是事先预告，我就不多说了。我跟你讲会有做梦行情，内资主导中小型股会特别飙。你会发现哦，现在所有人跟你讲中小型股，想中小型股会飙，中小型股专家认为中小型股会飙，专家都说中小型股会飙。那为什么我讲的时候你不听呢？为什么我讲的时候你不相信呢？然后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5G 会狂飙的是谁？三个寡给啊啦 ，5G 现在你看到5G 了啊，老师都5G 都利多，结果你发现这两个礼拜所有带你去买5G 的全部都赔钱，因为我卖掉了，而且我卖掉，我节目上一定有预告，包抓包吸包吸好吸。来，请问你告诉我，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来。我跟你讲5G 狂飙之后，我是拿报告给你看 5G 狂飙之后接下来要飙 AI 了，要飙 AI 了，要飙 AI 了，有没有？来飙 AI， 然后生技要狂飙了。我有没有事先预告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生技会狂飙的是谁？然后生技狂飙之后，我跟你讲又要飙 AI 了。你看我可以再准耶，每天都事先预告，所有都事先预告哦。为什么要当明松的 LINE 的好朋友？还没加的赶快加，因为我跟你讲，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熊妹一摆机会。你还没加 LINE 的，你要把握这一次机会。你还没加的，你趁现在赶快加，阿别加进来加哦，跟他一摆机会而已哦，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还没加的，这个周末把握一下，赶快加明松的 LINE 好朋友，因为加 LINE 当好友，标股一定有，阿熊就是你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掌握未来，对不对？老师，你刚好掌握未来。请问你告诉我 ,5G 标完标什么 ?5G 太远了我不讲啦，不提啦。就问诶 ,5G 标完标什么？生技标完标什么？不是被 AI 吗？啊老师啊， AI 要狂标你有预告吗？诶、欸、不是 PR 家这边就跟你讲伊的标呢。我不是这边跟你讲，我不会跟你配这啦。重点是 AI 要狂标之前有没有人告诉你？咱卖讲微软让你赚多少钱啦。咱跟他讲 AI 要狂标之前有没有人事先提醒各位？老师你跟我讲。麻烦导播，必须啊，超级飙马股，老师啊，你上我这，你跟我讲这股票太夸张了，我两个，你跟我讲完，隔天还拉回，太好笑了。来，为什么要带你买这只股票？为什么要带你买这只股票？因为它叫做 AI。
下一步啊，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嘛。我敢跟你讲，到今天没有人在讲 AI， 那为什么我要讲？很简单，因为我要领先市场。别人不知道，你先知道。5G 一个月前我讲飙了一个月，车我之前跟你讲飙了一倍，哪怕是接棒的深锐也飙了 3.5 跟涨停板，对不对？那 AI 有现在有人在讲 AI 吗？没有人，只有我在讲，只有我在讲超级飙马股的微软。来，为什么要买？老师啊，你搞公的股票隔天拉回呢？你看这种现行，你会害怕吗？你会紧张吗？底部三支箭，准备喷出无人知的飙股，无人知的超级飙马股，微软下一批即将狂奔的大黑马。欢迎在微笑现场，阿舅们，你敢有谈？你敢有掌握 AI 的大趋势啊？微软 5G 之后要飙 AI 狂飙九根涨停板，全市场都大赚。请问你告诉我，你看我节目，你没有大赚吗？你敢有可能没有谈？为什么你要当明松的好朋友？因为你可以马上就掌握未来的大小事，包含未来会狂飙的股票，包含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包含大盘未来要怎么走。而且我只告诉各位，你只有一次机会，把握这一次机会，还没加赖的，还没当好朋友的，赶快来加好朋友，好不好？明松就是你赚大钱最好的朋友，爱美探钱赶紧来，还没赚到钱的赶快来加明松的赖好友。然后 AI 也不是只有他啊，顶礼拜不是一堆人讲金星科吗？哦哟，金星科外高标啊，我无想要跟你臭屁啊！生技之后下一棒也是 AI 啊，就问你敢有赚钱？有没有狂飙几根涨停板？所有人都在臭屁，在屁他多赚多少钱啊？我无要跟你屁，我赚偌济钱啦？赚钱是应该啦，对不对？赚钱留给阮赚钱俩，对不对？为什么？今麦阁有人讲 AI， 今麦阁有人讲金星科，无人呢？金星科落来啊嘛，对不对？请问你告诉我，全市场有哪一个分析师这么好，会包抓包吸包吸好吸卖的时候，节目上公开预告，瞬间大赚，全部出清啊！有的人讲哦，老师你太准啦，你搞害啦，你要卖掉一个台湾啦！我跟他强调一遍，人不是我杀的啦，我卖是因为大赚，所以要卖。你别认为老师你趁钱袂当卖啦！啊，再强调一遍啦！啊，如果因为你有这只股票影响到各位，不好意思，这样好不好？我以后尽量不要在节目上讲的这么详细，我以后尽量在赖好友里面告诉各位，这样总可以吧？有没有大赚？你有没有赚到？同样的道理啊，最近跟你讲的百合也一样啊，有没有喷出？那我有没有赖在赖里面跟你讲？老师，你跟我讲，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一定会在赖里面告诉你，尽量不要影响行情。毁完的 complain， 那老师问的权利啊，不是毁完，我老师你打压我的股票啊，这样好不好？我就全部都放在赖里面。放在我们的好朋友里面，这样总可以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你看哦，连跌四天哦，啊，为什么会跌？我有没有在赖好朋友里面，在这里，在这附近跟你讲要卖？我有预告嘛，对不对？我预告完，我隔天有没有放？我在这里有没有把我的手机拿来给你看？我们是怎么在赖好友里面告诉你的？来，你来看一下，你来看一下，为什么你要当明松的好朋友？9938的百合，从上礼拜节目预告飙，从50块出头一路飙到7字头，赚太多了，所以早盘先获利落袋。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加明松 LINE 的好朋友，因为修准了所有大小事，未来股价什么时候会狂飙，飙完了什么时候该卖，我在 LINE 里面告诉你，我在 LINE 里面跟你分享，还没加的赶快来加 LINE。 请问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大赚？我们叫你卖，我们叫你卖，大家都叫你买哦，是不是？大家都叫你买 AI 你也买啦。来，之前 5G 老师啊， 5G 你有叫我卖，为什么最近 5G 都不会飙？有哪一档 5G 我没有叫你卖的？我之前都是在节目上预告，以后我都会尽量在 LINE 里面跟你讲，好不好？来， Polo V 有哪一个人没大赚我没有叫你卖？我节目上有没有预告？然后超重狂飙 5.5 根涨停板，我没有叫你卖？我在哪里叫你卖？我在哪里叫你卖？哦，拍谁哦？我没有卖最高点哦，我这一天预告要卖，隔天全部卖掉。我节目上公开预告，你不要看个这么好的老师啦。然后卖掉，然后转这一支，然后这一支在这里哦，然后喷出，我有没有叫你卖？全部都有在节目上跟你讲啦。我都是没讲的，没讲麻烦你，你有看节目的麻烦你检举一下，好不好？
所有的人都看得到。我预告的未来你看得见，而后我会尽量在里面告诉你。同样的啊，我昨天没告诉你要卖吗？今天干不是一堆人讲，哎呀，台表哥外高标，哎，伊够有趁钱啦！我昨下跟你讲啥？我昨天告诉你什么？我昨天告诉你什么？哎、欸，表哥变变叫三机涨停板哦，专市场拢讲哦，这高标这个咧，今仔日够有人要讲这個？今仔日无人要讲台表哥啦，台落呀嘛，台落呀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卖了嘛。我昨下讲啥？我昨下讲啥？麻烦你去看我昨天的节目。赚够就好，我们先跑。这问的你敢有赚？啊，你卖得过老师？你想那边卖股票？哎，昨天很好卖哦，量放很大哦，飙到快涨停板了。我老师，那都是因为你抬的啦，啊，歹势啦，啊，我赚钱，我要卖敢卖赢钱？你看，你做几块赚钱？哎，这是最近哦，我不是跟你讲以前哦。请问好不好赚？你有没有大赚？只要你有来加赖当好友。马上赚大钱，还没加赖，赶快来加赖，因为尔后什么时候要狂飙，伊要飙啊！我会跟你讲，我会跟你讲，一飙完了，我赶快贴赖跟你讲，安尼好不？还没加的，趁现在赶快加赖，好不好？你有看过加赖老师吗？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要卖？老师啊，台表哥这么棒，你为什么卖？你看都杀下来，都是你害的。因为我要买新的，我再强调一遍哈，我不是每天在买股票，我们不是来收集股票，我们是来赚大钱的，所以我必须要赚很多的时候卖掉，然后去买新股票，然后又赚很多再卖掉，有没有？像5G 二十几根涨停板 ，AI 你不知道赚多少钱了，那为什么要卖？老师台表哥，你为什么卖？因为你卖了，你就有一大堆的钱去买新的股票。我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它叫做闪电，一直喷。一直喷的闪电标股，吴老师啊，被闪电打到啊，不会连续打到，对不对？一直喷的股票，闪电一直喷，预约下一个火山爆发，它喷定了。这支股票我要跟你分享，而且我要在 LINE 里面告诉你为什么它会飙，我会在里面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股票，它是怎么样，它到底什么理由可以达成它会狂飙。它为什么叫做闪电一直喷啊？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原因啊！你要知道哦，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就是一档还没飙，未来要飙到发疯、飙到狂飙、火山爆发的股票，然后它还没飙的时候，就让你先卡位。为什么？我有没有让你看到未来？我问各位， 5G 你有没有看到未来？ 5G 你有没有掌握波段最低点，一路疯狂大赚二十几根涨停板？老师， 5G 太有，我们不讲。AI 刚才我讲过了嘛。AI 全市场第一个讲 AI 的是谁 ？VCR 你看过了九根涨停板，老师啊，生技咧，生技你都避而不谈，我不是避而不谈，我嘛卖啊嘛，我跟你讲这要从啥？哎，生技要飙的时候，我们告诉你，从三十几块飙到六十块，六七涨停板，哎，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最近不是大家在讲宝林富锦哦，我说太好笑了，我卖了，我卖掉，然后去转云城又大赚，然后接棒又大赚，从宝林到云城六根涨停板，有没有？啊，六根涨停板，基亚，然后基亚又六根涨停板，十几根，十二根涨停板，再加百合十五根涨停板，老师生气狂飙，你有先预告吗？你跟我讲，麻烦导播，不是啊？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我先公开了哈，它叫做基亚，老师啊，基亚跟金价飙啊，为什么飙基亚？为什么你们要买基亚？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来，我让你看一个东西哈，今天国巨大跌哦，可是你发现大江大涨。你发现昊鼎在涨，你发现中裕大涨，也就是说，生技股开始接棒，取代被动元件，成为新主流。为什么要买基亚？因为它叫飙王联盟。来，底加主升段喷出前的洗盘，它叫做起标点，随时要喷出，它叫。